啊，拢百分之百直直去引导咧用，安尼才有才干咧学啦吼。哎、哦，也是是。我即摆要请咱做安尼，大家心灵讲座，啊，咱过小时以后听听一段歌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要请咱这个贵党的过小时，甲咱评论一下，好、哦。谢谢理事长，谢谢哈，刚刚有邀请哈，然后更感谢哈，理事长有这个机会哈，让我跟各位清水的亲朋好友哈，能够同舍哈，我真的觉得温这一下哈，恭喜福报组哎，真的，都是有福报的人，我们才能够跟着理事长，还有这么多长哈，校长哈，各种退休的长哈，然后这个是没有退休的董事长哈。在为经济打拼哈，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出游哈，真的是都是清水的福报组，然后清水福报第一组，第一组对吧？不是吗？对吧？我讲你头两个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啊，你都对了，对啦，对啦，清水福报组，然后还福报第一组的哈，按他100个赞。真的除了我们就是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养生哈，然后走出那个退休的阴霾哈，退休的什么，我想我们大家是没有时间忧郁的哈。我妈是讲了一个，跟我说我自己啦，我说，怎么会忧郁症？我根本没有时间忧郁，每天事情都做不完，没有时间给我七上八下。那些忧郁症的哈，修因了，太幸福了，然后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幸福，也不知道感恩，也不知道回馈，所以坐在那边因没有干事的时候就忧郁了。像我们大家会忧郁吗？不会，有忧郁也都丢掉了哈。今天还有不好意思，就是等一下到我们小厂哈去参观，还有收门票哈。我跟我们那个资讯主任说，哎，董事长，你带来的朋友都不收门票，他斜眼这样看我，我说我们都收门票的，我说我们清水的贵州去，然后我刚刚有偷偷打电话回去，我说，哎，你礼物都拿出来他喝的哈，拜我绕腿，我说董事长哈，名声还好，你怕拜你，我说董事长。一百块也要收哈，一定要物超所值哈。除了我们锻炼身体以外哈，然后今天的心灵讲座，我们还可以跟山神鬼魅哈一起共修，让他们也聆听哈。真的，我们不要，我也不是迷信的人，可是我觉得有形的我们的肉体跟无形的我们的心灵哈，事实上无形的都在我们左右。是好的无形跟不好的无形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看不到。可是我们当我们自己身体健康，我们心正气很足的时候，我们心都向善的时候，那些无形的都不会在我们旁边，都是我们的天龙八部驸马天神会在我们的左右啊。然后我们祝福，可祝福大家心灵提升哈，然后身体更健康。谢谢，我可以有机会跟我们亲爱的朋友哈，长长久久的感情。